变动，主攻这边是将杨洁换上，助攻接应这边是换上了小将王英迪，杨洁发球，发一个后场，一传到位，给到喵一文打一个后塞，王一的防守非常不错，然后金软锦的进攻也是造成了对方的打手出界。 出钩位啊，这个也是想送个探头。最后由金软锦打了一个斜线，将球打中。第二局由四川女排先发球，四川女排这边拦网手型没有跟上，是直接打手出界，也是一个无攻球，给到四川女排机会。 想给高二次，杨洁这个防守反应很快，最后由金软锦打了一个斜线将球打中，被有效撑起再次进攻，张浩明是抓掉一下，这个球没有配上，继续给到上海女排机会，还是给到金软锦打了一个斜线将球打中，上海女排现在是前排三点攻。 然后唐威丹，这个球也是被双人拦网拦回。